感发现爱，让爱无所不在。大家好，我是高一平，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的年轻人的命真好。对啊，大家都这么说，因为现在环境也好，科技又发达，他们想要什么就什么，父母甚至伺候得很好，因为就希望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想，你们就好好念书就可以啦。但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于自己的外形的部分都很有看法，所以呢，爱漂亮这件事情呢，已经慢慢的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延伸当中。想当年我呢，14岁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眼影，把自己的眼睛画得非常咖啡色。但是呢，因为又怕被妈妈看到，所以每次这样睁开眼睛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连眼睛都不敢眨，因为怕被骂。那重点就是妈就会说：“你那么爱漂亮干什么呢？”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青少年爱美，不行吗？那我自己个人认为，就说为什么不行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们也有话要说哟，所以来看看青少年爱美到底行不行。转转发现爱，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四位年轻人呢、都有一些自己的爱美的一些故事，那我们来欢迎他们四位。首先欢迎嘉轩。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轩，我今年21岁，就读台师大人发系。非常好。来正哲。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哲，然后我现在就读淡江大学化材系。帅哥哈。崔霞来。大家好，我今年19岁，读中央大学法文系。Bonjour。 喂喂好。嘉森。大家好，我是嘉森，目前就读台师大图文传播，那现在大四。今天请各位来就是知道说，其实对于美这件事情跟自我要求，你们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那嘉轩聊聊看，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好像爱漂亮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大概是从高中的时候吧，就是会开始学化妆，然后涂指甲油这样。可以吗？因为想当年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发禁吗？那就要求说一定要额头要露出来，然后头发都短短。那我就很爱漂亮，其实我从小就很爱漂亮，然后我就会把自己的刘海在家里自己修。我也在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修头发。现在还有教官吗？有。有吗？有教官。我就很怕教官，只要教官前面来，我就快点把发夹拿出来，然后就这样夹上去。那教官的定义就是他只要看到你额头，然后我就过关。好，那想当年那是我啦。那你嘞？你高中涂指甲油是 OK 的？就是不要涂太明显的颜色，然后化妆就是淡妆，可能底就是 BB 霜那种。你有被学校为难过吗？还好哎，因为其实真的看不太出来。那就好，只是自己乐在心里。对对对，我有画，你抓不到，就是自己会在意这样。是哈。正哲，我大概是从国中的时候，国中都青春期，就长痘痘啊。你有吗？对啊，然后就会。可能会擦一些化妆水啦，对，然后会可能吃药，然后有吃黄连那种解毒丸啊，有。好，所以广告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对了。对，类似。你那个时候还有做别的，就除了痘痘以外，那时候就会流行烫头发啊。烫头发高中烫头发哦。是 OK 吗？可以吗？就是还是要躲一下教官嘛。对吧？大家都是过来人哈。那翠霞我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读那男女合校啊，那长得漂亮的女生一定就是你知道万众瞩目啊，大家捧在手掌心什么的。就是你吗？不是我。然后就之后就是我那时候自然卷，然后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很在意，然后就是一直跟爸妈吵这个，然后他们想要离子烫的是不是？对对对，就是可以平扁烫。你跟正哲正好相反哈，直发想变卷发，卷发想变直发。然后嘞，然后就吵啊，然后就都没有结果。对，你就反正还是顶着你的自然卷去上学。有，我之前就是还有就是我自己有剪刘海，然后还就是想说戴安全帽把它压直。用吗？没用，因为台湾比较潮湿，安全帽拿下来咚又回去了，对不对？对。然后我爸妈就说你干嘛睡觉戴安全帽？睡觉戴安全帽。你睡得好安全哦。好，那这样子大概持续了多久？整个国中3年都是这样。你3年都是戴安全帽？安全帽没有，就是3年都很在意这个。很在意。你有感觉到同学有反应吗？或者是只是你自己的自觉觉得同学也会就是开玩笑笑你两句，那我自己也很在意这样。他们怎么笑你？就说你头发被雷劈到了之类的这种的。对。嘉森，等一下，你今天头发很直哎。我高中之后就处理了。可以一劳永逸吗？就一直去弄。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半年，之后就是比较直，就一年一次。真的、啊？感谢高科技。好，太棒。对对对。嘉森，
哦，我的话呢是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就那时候还记得班上很多同学，因为他们都会去染头发，或者是头发会剪一些就很像电视明星的发型。那时候呢，我就会很在意我的发型，就想要剪一个非常酷的发型。那就隔天去学校，那就发现就是头发剪坏了，那就都被大家笑。那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很难过，那就回家哭这样。你那个时候喜欢谁的头？你说像明星吗？哦，对啊，那时候就是因为麻辣鲜师非常流行，所以就里面很多铁人啊，或者是会模仿里面的明星，刘海会这样斜斜的，然后上面要抓比较高，高高，对对对对 对，那时候非常流行。发胶应该花费也不少嘛，哈。啊，对啊，那时候都会偷偷就是拿妈妈的零用钱，然后就是去买。其实听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好像大家都有经历过这样子啊。那可是我知道今天现场嘉轩，就是你身上有刺青，是不是？嗯嗯嗯。你为什么会去刺青？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对，然后就想了两年这样，因为还是会有点犹豫，然后高中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去刺了。是吗？对，因为学校应该是不能接受刺青的。对对对，甚至家长啦都会觉得说，哇，你皮肤生那么好啊，你去刺那个东西干嘛，然后又洗不掉。那你刺了什么？要看吗？哦，要看，当然要看。哦，在脖子后面。对， Karma。那你知道 karma 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有些人会问我说，我吃这个是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不过其实不是，就是我只是觉得说会有个意思，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就是把它当成我的座右铭。哦。还有想吃别的吗？目前还没有。那你吃完这个以后，有没有感觉很满足？有啊，就觉得想做的事终于去做了，这样。很痛哎。还蛮痛的，是不是？嗯。刺这样子多少钱？好像。5000还7000我忘记了。真的？因为我有找很多店，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有一些不安全的，对啊，所以就是我有一直研究这样。是，所以你也蛮当心的，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不会感染，有的时候感染啊什么，对不对？郑哲，你嘞，你做过最疯狂的？就是青春痘的时候，我还有擦过一次，擦了很多种药。然后就脸整个都红了，红了一两个礼拜。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我很喜欢一直洗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头发油油就不在外面好像不太好，就会一直想要用最清爽的感觉这样。翠霞嘞，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头发直了嘛，然后就开始想说，哎，我要瘦一点。然后因为我的学校比较远，就是每天早上6:30如果没搭到车，那天就是势必要请假。然后我就是会4点起来跑步晨跑，然后我回家大概7点，就是晚上还是会去跑。你有瘦？瘦了快10公斤。那很好啊。对啊。饮食上面呢？那时候会就是糙米饭啊，就是白饭我不吃。其实年轻人真的是精力旺盛，所以只要有理想有目标，就会基本上非达到不可，就是加深。我的话就是我高中非常喜欢健身，那就是会老师在上面上课，那自己就偷偷在旁边举哑铃这样。教室里有哑铃哦，就是我会自己从家里带，偷偷的举这样。哦，不能给老师看到。对，因为老师会生气。所以那时候就是还蛮就是在意身材跟外表。你有练出那个？哦，有，以前有，现在就是大学就比较没有吗？对，就没有再继续健身。你可以大概形容吗？就是你的全盛时期，就是练到那个？因为那时候就是高中有练，就是体育，就我练拳击跟跑步，那就是。我读的是男校啊，本来就是还记得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那就是我在练习的过程中，那就是有同学就是写信，然后或是运动饮料就是放在我的书包旁边这样。既然都练成这样了，又有很多人很崇拜你，就要继续练下去。对，就是会继续练，不过到大学就比较没有了。嘉轩，你觉得你在就是刺青，刚刚讲5000到7000左右嘛，这是你目前消费最高的一次性的所谓爱美的行为吗？郑哲，我并没有说花很大数目的钱在，比如说衣服，但是就是偶尔还是会买，就是我喜欢的服装啊，就是偶尔。那翠霞，哦，你说一次性花费吗？最高的记得，我单次弄头发可以超过5000。就是蓝加烫，就是有时候比较贵一点，然后护发就一定超过5000。嘉轩的哑铃不便宜哦。对，就是我会花钱去办会员，就是健身中心的会员，应该是4000-5000左右。然后衣服的话，我是比较还好，就我都是会穿就是运动服。是，对，所以不太会去买很贵的服装。其实跟你们聊啊，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其实
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每个年轻人，然后尤其在看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说，对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大人的眼里，觉得你们从小小的，然后像一路长大，然后突然到十几岁的时候就变了，然后就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爱漂亮，然后可能长辈会觉得你这样很好啊，你干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或许会觉得，有的会认为很浪费钱，那有的甚至会认为就是说很无聊啊，因为从我们的眼光看，就是你们就是很完美嘛，皮肤又好，然后这样子，对不对？各方面都一切都是在这种青春年华时期。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来聊聊看啊，就是为什么青少年会这么注重外表，然后在于爱漂亮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不好？那来，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转转发现爱，跟我走，来。哇啦，又来到了我们这个很亮很温馨的场地了。那现在马上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我们的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洪英正老师，他是淡江大学气管系副教授。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刘慈慧老师，他是丰盛品格培训中心执行长。老师，我们今天刚刚聊的就是有关于就是青少年啊，就是年轻人他们到底爱美行不行？说真的，这个一直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我一直都很爱美，所以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说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请洪老师跟我们说，青少年爱美可以吗？我觉得当然可以啊，可以吗？对，我也爱美啊。太好了，老师也是青少年。对，我如果教的学生每个都美得不得了，那我想那个上起课来精神一定特别好。是，对，有很多研究说小朋友从那个就哇哇落地哈，那我们把它摆在不同环境里面，就那个特别，譬如说赏心悦目的环境呐，哈，那这个环境特别的好的，这个孩子婴儿在那个当下，他就这个各方面作息就特别的美好。那也不会焦躁，也不会胡闹。对对，那换言之，放在那种很吵杂啦，然后呢，或者是说环境非常这个，比如说这个不太适合的，那那孩子就不安定。对，所以从这个就基本上，人是需要一个应该叫做周期，或者是说有规律的，有一个美的环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当下。那刘老师呢？那当然啦，我觉得爱美真的是很可以的，因为他是天性。我其实我也听过一个朋友讲到说，他的妈妈到70岁的时候还在割眼袋。太好了，是，对对对。那我是觉得，其实因为美，其实我想人会追求美，是因为第一个是天性嘛。其实有时候跟年纪不太有关系，只是说像国中生开始的时候，孩子就会就那个自我的认同感开始要去寻找的时候，是会特别注意到美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可能美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让看到你觉得很舒服，所以爱美当然是可以的。对，尤其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欣赏，或者是自己有，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美感，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就在我眼里可能是西施，然后在他的眼里可能觉得只是对不对，觉得很俗不可耐。像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很想要改变自己的外貌等等，那我想请问你们对于就是这一方面的自我要求是来自哪方面的影响？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从美国回来，就是他身材很好，凹凸有致，然后很高，对，然后就是他来学校也都会化妆。哦，真的，所以你就觉得你很欣赏他。对，就所以你才刚刚讲到，你就开始化妆。就算受他的影响蛮深的。郑哲嘞？我是大概就是。我喜欢浏览一些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然后他们上面就会有一些广告，然后会有一些平面的 model， 然后他们会穿一些穿搭的造型啊，可能会想要教你这样穿，对对对，那我会想要说，哦，那我也买一件好了，那对模仿他们的感觉，对风格。好，所以是来自网络，对媒体方面，媒体方面，翠霞，我觉得我也是受同侪跟就是媒体比较多，就是你看后面同学的头发就是又直，然后下面烫个什么大波浪啊，前面有刘海，你就觉得哎，我一定也要像他那样，然后看韩剧，再形容一遍，这边是直的刘海，对，然后这边是下来的，可是到下面是大波浪，对，就觉得那样很漂亮，然后就大家都那样，那我也想要那样，就是常常就是会受到同学啊同侪的影响。那我们嘉森啊，这位健身男来告诉我们，就我觉得应该是受那个影视媒体，就是可能电视上的明星啊，或者是很漂亮或是非比较帅气的模特，就会受他们的影响，就把自己肌肉练得很大这样子。是，
那刚刚嘉轩是有刺青，那正哲是因为可能皮肤各方面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刚刚自己讲嘛，就是学模，应该是说模仿或者是学习别人的穿着方式。那翠霞其实对自己比较诸多不满啦，但是好像尤其是那个头发天生生的就是自然卷哈，就做了很下了很多功夫，花了也不少的钱。那嘉轩的话就是健身嘛。对不对？然后带着哑铃去上学，你们现在回想一下，会觉得当时这样子做的，会觉得有点傻，还是觉得说蛮好的？嘉轩，我觉得。现在回想一下，会觉得当时这样子做的，会觉得有点傻，还是觉得说蛮好的？嘉轩。我觉得还蛮好的啊，不觉得盲目嘛，对不对？因为虽然说我受到他影响，但是我不会完完全全复制他，因为他就是画，他化妆比较浓，对，而且他的就是眼线会画很深，可是对，可是我就不会，我就是只有就是可能底妆或是遮瑕的。你那时候觉得你哪里有瑕？遮瑕要有的遮痘痘吧，因为以前就是也是会长痘痘哦，也还有一点雀斑这样。哦，是哦，好，翠霞嘞。我就站在现在，就是往回看，我会觉得就那时候比较不好，就是还蛮自卑的，就真的是心里会很在意，好像有点太盲目，就是跟随外面的环境，有点小幼稚。对啊，刘老师，就是爱漂亮嘛，他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就是念书的关系，就是两次出国到美国，这样大概住过十年，然后我也就看到说，其实，在西方，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审美观很容易受那个强势文化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哎，他是美国回来的，哦，美国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的穿着啦，他们的打扮啦，好像比较先进啦，对对，比较大胆，对对，我们就很想要羡慕。可是说，你像美国的中学生，他们上学都化妆了，出门的。我想一萍应该有概念，因为我小时候在那边念过，对对，真的啊，大家在就是今天大家负责带不一样的，你带眼影，我带腮红，他带口红，然后大家轮流一起画，每个人画的货就真的是可以上台，就是我很喜欢歌仔戏，可他们真的画的也很像歌仔戏，就然后就去上课，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受那个同侪影响很深，然后另外就是说你眼睛看到，就是说你平天在看，每天在想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一直很想要跟你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一样，你当然就是很想要去改变自己，比如说遮瑕啦。一萍又讲到说。对啊，你是哪边有瑕，看不太出来。可是对你来说，别人可能看不见的地方，对你来说你就很在乎啊。对，因为你把它放得很大。那洪老师嘞？我会觉得像嘉轩或者是翠霞哈，因为他们是比较是在国中这个阶段，就是说大概是譬如说十多岁到十五岁以前这个阶段，其实那个同侪影响力是最巨大的。但相对来讲，如果说你到了那个譬如说大概到大学阶段哈，其实同侪的影响呢还是会存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可以就是说各有所好，好、哦，这个同侪有不同的哈、哦。所以我觉得大学生他们的审美观，仍然是积极的在追求美，可是他的那个独立性或者他的多样化，是比较不一样的。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哈、哦，这个追求美是很好，追求美就是为了要刚刚刘老师说是自我认同嘛，为了要强化自尊嘛。可是也有一些个案，就是他追求美的一个过程反而。会让自己反而更没有自尊，可能就是说只是一味的看到别人，但是并没有很了解自己的条件是什么，那常常会张冠李戴，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其实或许本来自己就已经很完美了，只是有盲点，对，对不对？然后去做了很多改变。原则上我认为男生女生都有权利爱漂亮，可是女生还是可能会想比较多。那嘉轩，如果你现在可以改，你会不会有什么觉得还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我会希望我皮肤可以再好一点。哦，真的、哦？我这样看，我觉得你皮肤真的很好哎。你觉得你皮肤哪里不好？就是我容易长痘痘吧，可是现在有比较好，就是现在比较注重保养，就是以前就是会想要遮掉，就变得更聪明了，所以知道怎么去，就是会知道正确的方法。是哈，正哲，你想改自己哪里吗？就是我其实是有络腮胡的情况，络腮就这边啊，就整个脸都会。很 man 呢、啊，可是我就不喜欢，我喜欢清爽感觉，就我几乎每天早上你要干净光滑，对，起来要一直刮胡子啊，然后就会觉得很麻烦，想要就是喜欢清爽这样。这可以处理吗？好像可以雷射还是什么？哦，就是把那个毛囊彻底去除掉，对，就这样白白嫩嫩的。对，你应该把它拔出来种到上面。它上面很多啊，有。其实我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男孩，他很欣赏有胸毛的人。对对对，他就会自己故意画几根，就蛮可爱的啦。不知道他戒掉了没哈？那翠霞。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希望我鼻子可以再挺一点点，再挺一点点哦。对啊，多挺，你觉得不挺吗？来给我，给导播一个侧面，让我们看看你这个自觉的不挺呢？不，太多，来再过来一点哈。看这边哈。好，不动，你不要动，要多挺，要多几公分这样。因为我平常就是要戴眼镜的时候，就是会觉得眼镜就是鼻梁不挺起来。对对对。大概这个这样吧。你希望把那个凹下去的地方把它填满就对了，对，变成一个很就像那个三角尺一样那样，很有规则这样立正站好，对对。好，他想要去隆鼻，是，对了，没有加深。我的话，我会希望可以再瘦一点，然后高一点，高一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还蛮胖的，还有就是我想要长到180。对吧，这是我的梦想。你有去询问过增高方面的？有啊，就是那时候国高中的时候，就叫爸妈就是可以带我去转骨，这样就吃中药。就是那个灯短郎那个，男生吃公鸡，女生吃母鸡那个。对，反正那时候还有幻想说可不可以打生长激素。有事吗？有尝试？没有没有，因为后来那个看就是好像副作用蛮多的。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想要去整形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一些项目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价位表跟目前所谓的最热门的一些整形的项目有哪些？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嘞，好嘞，就过来。你看，我们多贴心。如果你真的有在考虑说要去微整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表格，请各位参考一下。这是热门整形项目与价格哈。项目包括最常听到的肉毒杆菌小脸。其实肉毒杆菌它的功能很多，可是很多人真的利用它做，就是让脸变得比较小。30-50U，价格在6000块钱到13000新台币左右。就是当然我想医生或者是使用的量作为一个标准。还有玻尿酸隆鼻，嘿，翠霞，翠霞 ECC 9000-25000，你有去询问过吗？哦，我有 Google 过啦。真的吗？ Google 上面怎么说？好像说一次不用到 ECC 就可以，就是隆起来了耶。隆起来了。对啊，所以说不定那9000块可以分两次打。可以分两次打。对啊。我有听过玻尿酸好像是一罐一罐，所以你开始使用的时候，那另外那个还可以先存起来。对啊。隆鼻5万-15万，有考虑吗？没有。这真的很贵哈。还有自体脂肪隆乳，哦，我知道这什么的了。谁知道？男生有没有人知道？谁可以解释？抽肚子、抽大腿、脂肪、隆乳之类的，就是异味到别的地方。有啊，其实很多人呢，我在国外看过，就是他们现场有在啊，就是现场的节目，就请整形医师来。那外国人很相信颧骨，就是颧骨要很高，所以他们就会在身体多余的脂肪的部分现场抽给你看。抽了以后直接就那个针筒就到另外的部位。那我那次看到的是为了要。这个叫什么颧骨啊，隆颧骨就直接注射进去，然后那个被注射那个小姐那个眼泪那个当然她忍住，然后打进去，然后还一直，然后医生就说快好快好，还问她说痛不痛，她说不痛不痛，一点都不痛。OK， 好，那这个是传统抽脂手术，一个部位要2万-3万，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一劳永逸，然后就不用做运动，然后就会瘦下去。那看这个价格的话，洪老师，怎么样？觉得？其实比较会担心的还是那个风险呐、啊。对呀，因为我自己的弟弟是皮肤科医师，对对，那我知道。那我们去可以打针吗？啊，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发贵宾卡。太好了，谢谢谢谢，我就喜欢。是，但我想最重要还是，其实就他们医生的角度，他们也是很希望跟病人有很好的沟通。是，对，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效果也都不太一样。对，那当然，我想对学生来讲，这个价格还是蛮高的。对，好几个月的薪水耶。你这样随便这样加起来的话，这要存很久很久很久，而且是不吃又不喝哦。那刘老师嘞？是我刚才想到说这个价钱，除了它高之外，就说它也不是一次性的，你可能一旦做之后，你就会常常觉得这边可能不好，那边不好，那可能这个钱就是永远钱就不够用了。那问题是，就是如果是学生时代的话，就是你去那边拿哪个钱，就是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即使会。
工作赚钱之后，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一条不归路。对对，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风险啊，对，就是其实你这个东西都是有侵入性的嘛。那侵入性的话，就是你一定会考虑到风险，比如说像我们生孩子的时候，也是要全身麻醉啊，那个麻醉本身都是有风险，没错。但是那个是一定要，因为你是要生小孩嘛，是必须性。可是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是一种选择。对，那除了是麻醉，另外就是感染的部分。感染的部分呢，其实你一旦进去之后，其实那个就是身体的互斥啊，哈，一个互斥性，还有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有一些变化是也不是整形医师他可以跟你保证这样子就 OK 的。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洪老师有讲到，就是说要沟通嘛，比如说你要整形的时候，你就要跟那个整形医师说你要做什么怎么样的改变啊。可是有时候可能你在讲的话，他可能听的时候也不见得是100%的他就了解，所以这三个就是麻醉啦感染啦还有沟通不良，其实当我们在考虑这种比较侵入性的不可逆性的这种整形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非常的深思的。没错，其实呢，老师虽然说有三大风险，我个人认为有第四最大风险，那就是不是撞衫是撞脸。其实这个事实上在网络上面也流传蛮久了，就是其实现在的一种所谓的刻板印象的完美五官，大概就是所谓的双眼皮，高高挺挺的鼻子，瓜子脸，那嘴唇要不能太薄，要有一点点厚度等等。所以呢，那他们就在网络上面就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好朋友嘛，大家互相彼此影响，都希望能够完美。那后来呢，一起出去下午茶的时候，大家长得都一模一样。对，所以这个是第四大风险。好。其实我是就是刚才怡萍讲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其实有一本绘本哈，是叫做绿鼻子。这故事就是讲到说就是有一个这个主角，他本来他是觉得他自己这样子是蛮好的，他看到别人都在擦那个鼻子是绿色的，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觉得我自己这样很好啊，一开始是很有自信。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同侪的影响嘛，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很想要跟他一样。结果呢，他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他没有绿鼻子好像有点赶不上流行。没错，对，所以他就想他去看看，那就近看的时候呢，就心就动了。心动之后，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这一次，我就去把鼻子呢弄绿了。”结果他好不容易觉得他赶上流行了，跟大家都一样了。结果呢，在他刚走出来没多久，就看到怎么看到一个不同颜色，譬如说橘色的鼻子，怎么这样？人家就讲到说：“哦，退流行了，退流行了，绿鼻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流行的是橘色的鼻子。”流行其实是不断的变化的，爱美其实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自己都很爱美。可是如果爱美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变成恋姿在姿，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就会很自卑啊，还是就跟别人不一样，好像自己的独特性跟价值不晓得在哪里。那我觉得其实爱美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去考虑的是这个东西。是，其实我觉得除了刚刚那个哈，您又加了第四个风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爱美啊，如果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医美的方式，你还是要看年纪。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政府的卫福部啊有这个明令呢，就是说这个规范，在18岁以下呢是不能够接受这些医美的这种非医疗性必要性的这种手术。18岁以下。对对对，那因为我随着这种包括韩流啊，包括这个全世界很多这种整形的风潮，确实很多青少年会受影响。不过呢，他们其实都还在发育中。对嘛，还没有长熟。对啊，对啊，有些人小时候没有双眼皮，后来就有了。我是一个例子，我也是吗？我也是。对啊，你是几岁双眼皮出来？我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留意耶，至少我在就是大学毕业后来3年，我就出国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照的那个去办护照的那个照片上面看，我都还是单眼皮。然后可是我后来不晓得，不知不觉，不知道哪一天，我就发出我的双眼皮出来了。过海关移民局的时候，发现自己变双眼皮了，那照片看老半天。是，其实我也是啊，我生下来，我出生的时候的照片全部是单眼皮，我自己也有注意了，我真的很爱漂亮，我自己说，后来就变得一双一单。那我想说，一双一单不对称，那突然13岁、12岁、13岁，有一天醒过来，变成两个都双，我那时候你都不知道哈利路亚到什么地步。你说，对啊，如果在那个之前就处理了，那不是吃亏吃大了？对啊，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说是这样，叫自然就是美。有，他我也很熟。对，我也教过一个学生，他是个网球教练，是，然后他其实个儿不是很高。可是呢，他呢就是希望他的孩子，因为他也教他孩子打网球，对，也培养成国手，那他孩子就长到180几，那他不高，可是孩子为什么那么高？他们用很自然的方式，早睡早起，然后呢喝牛奶，
就长到180几。那还有，我也教过很多学生到研究所还在拉高，大声听着，生活作息要正常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长得不好，或者是说有很多这种，譬如说皱纹啊什么，看起来很憔悴啊，很老态啊，其实跟我们很多生活，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心境，其实也都很有关系。嗯，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觉得爱美有理，整形其实也无罪，但是我们去了解一下，究竟我们心里是怎么想自己的。我们有一个自量表，就是说，老师有刘老师有准备一个表格，你就可以自己大概了解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受。那或许呢，也会有一些答案，让你自己了解为什么会爱漂亮，好不好？那我们这个量表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那这个量表的内容，我们请刘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学者，他叫 Rosenberg 啊，他发展出来的一个量表，其实很容易做，就是只有10题。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下？但量表所有的测验都只是一个参考的，它并不是完全就是这样子。可是它里面就是有问到，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的自信的部分，很多的题目就是你跟别人比啦，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那这10题等一下大家做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是可能会带出来这10题的东西。那我们就透这个来看一看，然后再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爱美哈，爱美是无罪，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美，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可能再谈一谈。好，那现在我们要借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四位嘉宾们，我本来想叫小朋友，后来我发现不小了。好，我们四位嘉宾，你们做一下这个量表好不好？马上回来，转转发现爱。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量表，每位同学都对我们的嘉宾们他们都有作答。那请刘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是啊，这一题哈，这个量表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总共有10题。那大家可以看发现，你如果去分析一下，它是有6道是比较正向题，就是要接纳自己。那我们讲到其实在美的部分的一个观点跟投注，其实会跟你怎么看自己的有没有自信，有没有接受自己的价值，存在的一个价值，其实就很有关系。对，那4题呢是负向题，所以呢在负向题的部分呢，我们怎么样去提升？但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自我接纳，因为在我们台湾华人的教育当中，其实比较少去谈这个部分，所以孩子都很想要跟别人就是说要跟别人一样，很怕做自己这样子。对，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那个做出来是在哪一个类别的里面。嘉轩算是自信，超级自信，超级自信的，超级耶，超级的。哦，那正哲，我好像是自信，他是自信者，对，我是自信，自信，说不错，我也是，对，自信者。对，那我们现在这些孩子，就是都已经大学生了嘛，他们已经好像慢慢的已经走出那个同侪的那个影响，慢慢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所以呢，感觉上很好，就是说你们现在都比较能够接纳自己，所以在自信的指数的部分呢，好像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这样子。那嘉轩的部分呢，就是超级有自信的。这个部分我们刚才在有私底下聊，那个依萍说她也是超有自信的嘛，哈。好开心。那超有自信可能是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刚才依萍讲到说，那我们如果很有自信的话，会不会觉得其实就眼睛长在头顶上，还是说自我中心很强，让人家觉得说超级，对不对？是，但是。可以讲臭OK， 就是有点臭不一样，对啊，是是是，那个是可能有点自嗨了，对不对哈？自嗨跟自信其实是不太一样，对，自信的相反可能就是自卑嘛。那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看得恰到好处，这是我们在教育还是教养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跟老师应该要去帮助孩子的。那超级有自信的人可能有点危机，就是你在这个6道的正向题的里面，你可能就是太过于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可能没有忘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有限性。嗯，你再好，其实你都可以有改变，对啊，有改进的空间。所以呢，就是说，对对对。那所以可能有时候你超级有自信的人，可能在你旁边的人，不管是你的同侪、你的朋友，还是人家会觉得在你旁边会有压力，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逊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你觉得很有自信嘛，这样。所以可能总是有可以调整的地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量表是我还是要说，就是量表不是绝对正确，可是是一个指标，可以做参考，这样其实蛮好的啊。但是那我们今天在座的4位都是所谓的自信者，那其中一位是超级自信。那我觉得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你们自己自我评估，你们觉得自己最有优势的或最大的优秀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写下来好不好？
刚刚刘老师谈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亚洲人的教育有的时候真的不会很着重在说去不断的去鼓励孩子，肯定年轻人说你真的很棒，因为其实我相信没有人完美，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存在的价值跟他的真正的优秀的一个条件。 OK， 来，我们来看嘉轩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好相处。那我们的正哲说他自己不摆烂，也就是好相处的意思啦。然后呢，翠霞说他的行动力很强，自己觉得想到了就去做，很好。嘉轩说事情一定要做到好，有一点完美主义吗？你觉得嘉轩有一点，有一些。OK， 那请老师看一下，那我们先洪老师，你看他们这个四个人写的。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高中以后慢慢能够发现的自己，然后因为也找到自己的这一种可以讲说是在特质上面的一些优势，我觉得那个会慢慢在透过你的经验，然后慢慢累积一些成功的这种体悟，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会有自信，从小小的自信然后慢慢到大的自信。那人家常讲一句话说，自信的女人什么最美丽。好，那我觉得自信的男人也是最英俊。所以就很多研究也是发现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自我概念越好，其实他的外貌也许从一些世俗的标准来看也许不是那个最美的。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个儿不高，他才一个男孩不到160，可是他就是充满自信，他成绩非常好。那因为他修我课修多了，那有时候我们就比较可以讲一些比较深刻的话。我就有一次问他说，你这样个儿不是挺高的，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他说不会啊老师，我还没讲完，他说不会啊老师，老师你知道矮是伟人的特征啊，你看对，听得非常佩服他。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呢，她是比较黑一点啊，那可是她说我虽然黑可是我很秀美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自己那种自我里面这种独特无可取代的优点，其实我相信你慢慢会就是说释怀，你慢慢会接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啊，我们不需要跟着那些世俗的流行一味的去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啦，就是说国中生高中生有时候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去做内在的省思，还是有人可以跟他谈，所以他的可能影响力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同侪。可是如果有机会透过一些不同的团体，可以让你转移眼光，从外面的东西可以开始看到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就会一个突破蜕变的开始。那我看大家写出来的东西都很好，就是都是一种内在的能力。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教育的里面，其实父母跟老师其实应该鼓励孩子去看到他自己的独特性啊，因为就是刚才怡萍在台下又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这英文就很喜欢讲 special 嘛，就是 I'm so special in my own way， 就是我很特别，我就是我自己的方式很特别。对，所以父母要知道，就是你去用禁止的是没有用的，你很多时候只能够用去引导的，还是让他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知道说，因为他可能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找的，就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一昧投资在这种外在的上面，其实是会有空虚，像刚才翠霞有讲到，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空虚，也不是真的带来满足这样子。这个怎么样去慢慢去欣赏自己的优势，还蛮重要的。最重要。其实翠霞，你刚刚提到嘛，就是你有考虑做隆鼻，你父母知道吗？没有，我只是在考虑啦。对啊，你有聊过吗？你有没有跟家人？我们没有说你的鼻子很完美，我跟你讲，省那个钱可以省下来，对不对？去做别的好了，没有，开玩笑。没有聊过。你没有聊过吗？对，因为我爸妈比较保守，就是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哎，你干嘛，没必要啊，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就他们是不会接受这种。会接受吗？对。嘉轩有在家里聊过话题？就之前会问爸爸妈妈关于对于一些就像刺青啊，或者是穿耳洞，就是整形的一些议题，因为有时候看到新闻媒体，那就会想要跟家人聊。对，那就是其实因为家里好像管得比较严，所以他们其实父母就不太希望小孩子去很排斥，对，就对了，会排斥这些行为。嘉轩咧，你刺青以前有跟妈妈爸爸讨论过吗？没有啊。真的吗？先斩后奏。他们可以接受吗？他们就是发现的时候有吓一跳，可是他们蛮冷静的，就是他们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去刺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什么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再刺的这样，就是他们看你刺的满身都是。然后他第一个问题问我说只有这里有吗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只有这个，然后他就说好，不要再刺了这样，就这一句话就这样子了，就结束了。正哲嘞，有没有？我爸妈也属于比较反对的，他们会觉得说比较特立独行的感觉，对不对？对。可是都会怎么跟你沟通？他们没有沟通，就是不要。
不准。对，好，那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还要关心一下家长。其实面对现在年轻人，其实你们自主性真的很强，你们现在想做什么事情，其实只要你们真的非做不可啊，大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方法真的能够完全阻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身为家长要去面对，怎么去应对这些青少年的这个过程？我们先请侯老师。时代不一样的啦，哈，那也就是说，像我们成长那个年代，说实在，那个家里面的经济呢，光是把孩子带大都不容易啊。但是呢，因为爱美呢，毕竟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对，啊，那我觉得做父母的呢，也要平常跟孩子的沟通要多。那其实我们都曾经成长过来，所以其实那个阶段的一些点滴都在心头，不要去否认它，也不要去好像一昧的用一种好像就是忽略的方式啊，就是哎长大就好了啊，这个健康就可以了啊。我觉得毕竟孩子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竞争啊，那你说要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啊，然后是不是能够站出来等等，确实也是有它的意义存在。所以我会觉得父母还是要关心，多沟通，然后同理他，倾听孩子的一些成长上的一些心声。然后呢，就像刚刚那个怡萍姐讲的，如果孩子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慈慧老师也有讲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虽然我在某一方面，特别在外貌上面，也许不可能没有人是完美嘛，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呢，我会找到一个立足点啊，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在那个国外有很多研究，就是说黑人的女孩啊，我们就讲白人，然后黑人、黄人，然后呢，我们让这一些在国小的女孩子，我们拿了三个娃娃，一个是白娃娃，一个是黄娃娃，一个黑娃娃，就洋娃娃，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哪一个最漂亮？那就白人小女孩就说，当然是白人娃娃最漂亮。结果呢，很让我们必须要警觉，就是黑人的小女孩跟黄人的小女孩也都觉得白人的洋娃娃最美，所以这一种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虽然爱美，但是我们的很多美的眼光其实常常是不健康的，反而是蔑视自己的自尊啊，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如果我们能够多鼓励孩子，其实孩子在这一方面成长中虽然有美的问题，但是不会成为一个一直永远的困扰。是呀，刚才四个同学都有讲到，就是不敢跟爸爸妈妈讲，还是他们不可能接受。我觉得可能这对我们父母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华人的教养比较威权，比较由上而下，比较少去跟孩子做双向的沟通啊。但是因为真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即使你的审美观跟孩子是的确是不一样，可是你真的是要去同理去了解，因为在了解过程当中，你才有机会让孩子再思，就是哎，他可能帮问你的时候，他可以再想一想，我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培养自己内在的能力，而不是说一再的追求外表？像刚才洪老师讲到这个，因为强势文化会去影响我们的审美的观，譬如说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要白才漂亮，好像白娃娃，每个人都写哦白白的那个这个洋娃娃比较漂亮。那其实你知道，2014年有个奥斯卡的女配角，她是一个黑人，然后她就出来就讲到，就是说不要让别人的眼光来界定、来定义你的价值。所以她后来她的一个分享出来之后呢，有一个黑人小女孩，就跟她讲说，我很高兴你这么勇敢的去接受你黑。这么美，你不一定要白。他说他几乎差点是要去用一些药物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黑色的皮肤弄成白色的。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审美观，要从我们的认知上去改变，就是你要去改变说，其实你的美是来自于你散发出来的自信。那我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很好啊，就是家里营养比较不错，家里营养很好，就对，营养很好。这是高中啊，高中的时候，然后这个是我就是大学毕业后在高中教书教了3年之后出国留学的第一张护照的照片。那我觉得当我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说小时候其实我也是有些自卑，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好像乡下女孩子，然后长得不怎么样，就是不要说是中等美女啦，就觉得自己真的长得很不怎么样这样。可是我觉得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是因为就是经过国中高中慢慢找到那个自信的来源，就是说我们不要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特质嘛，就是刚才嘉轩讲到说你还很好相处，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因为对，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说，哎，我就是一个很 easy going 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很会倾听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很善良，所以呢，后来慢慢接纳自己，虽然我的外表
没有那么就是哦，就是真的明星脸了，还是瓜子脸没有。可是我就慢慢接受自己。所以为什么讲说，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审美观，我们不去追逐流行还是媒体的话，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就是要接纳自己。那我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就是说，因为华人的父母哈比较不会赞美孩子，就很会去啊，就是责备啊，还是苛责啊。所以我曾经听过一妈妈跟一个女孩子讲说，你不要再吃了，你再吃将来嫁不出去，哦。就是说胖嘛哈，但是他希望他瘦。譬如说，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像刚才洪老师讲，可以教他运动啊，用自然的方式去保持一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维持到一个标准之内，其实是好的，它是健康，不是说为了减肥不择手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爸爸妈妈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去了解孩子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然后让他知道就是选择同侪也是很重要，因为你发觉你的同侪会影响到你的审美观。那我最后其实要讲的就是说，接纳自己个人的独特性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要让大家，我今天其实上节目，我是刻意有打扮的，啊，你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项链，有漂亮，然后这个耳环搭配，每一颗都是手工做出来的，叫做 Kazuri， 它翻成英文的就是 Small and Beautiful， 每一颗珠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然后呢，每一颗都是 small and beautiful。那你虽然很渺小，你跟的比很多人比起来，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渺小。可是 you are beautiful， 就是说你是很贵重的，你是很美丽的，你每一个的五官其实都不是失误的。那为什么你想要去整形？你有一个标准，是一个相对性的标准，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以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我就记得1980年代呢，有人做了一个调查研究，然后他们就调查37个种族的人，然后大概有10000多人去做一个调查，就说你如果将来要选择你的配偶的时候，第一个条件你要看的是什么？内在，个性吧。嗯哼，对。财富。财富。嘉轩呢？应该也是个性吧。嗯，对，个性。他讲的就是善良。那就是不约而同，我们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在审美观是会受到强势文化还是强势种族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但是事实上呢，其实真正的让，因为就是我们刚才在整形都是审美啊，都是说希望有吸引力嘛，哦，别人会看得到我啊，别人会注意到我，会觉得我很棒。可是其实终究来说的话，其实那个美最后是要引导到幸福嘛。所以其实你看，就是那个善良还有你的个性啊，这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就是在审美的时候呢，也可以往这方面去琢磨啊，去增加自己，散发自己独特的美呀。谢谢老师。哦，什么补充？也就是西方人说美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总体表现。所以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些皮相上面。我有一个老师呢，他那个慈慧老师也认识，叫吴静吉吴老师，他也是个心理学家。他到国外去念书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就是凤眼，然后呢鼻子呢细细长长的，然后呢嘴唇很薄。你知道吗？所有的老外都觉得他真的是帅呆了，因为他们对于那个 Oriental 的那个印象就是要长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把自己搞得跟西方人一样，可是又不是真的西方人，所以一点都不美。那吴老师他常常告诉年轻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呢鼻子长这样，眼睛长这样，有时候有痘子啊，有时候有斑啊，有痣啊，那我们又说要同理他们啊。所以他就说要记得，你想把它去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唱一首歌，它叫做我神在这里，当在这里，谁都不能欺负。提供您参考。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我们都会追求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也觉得呢，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如果你就是一路走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追求或许是外表，然后慢慢慢慢，当你更有智慧的时候，你才会慢慢体会到其实内涵、气质、爱心，那是要靠自己培养来的，没有一个整形医师可以给你，也没有任何一个你周围任何一个朋友可以教导你，所以你只有慢慢的不断去培养自己的内在，你就可以一直美下去。而且同时啊，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如果每个人都长得一样，这个世界多无聊啊。所以呢，要珍惜你的不一样，然后你的独特性，这样你才 special， 你才特别咯。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今天转转发现爱，拜拜。